好，二零一六，long quest 第四条，好，一齐嚟啦 ，OK， 啊呢度，咁第四条，咁啊嗱呢个咧就有个 IT manager 啦，有个 point of sale， 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就系个 shop 有好多嘅 terminal， 跟住拎住个 server， 咁有 database， 咁啊 shop one shop n 间间都系咁做，咁啊佢个呢个嘢个 v i d a 有咩用个 v barcode 嘅，咁啊条问题上面幅图咧俾晒你噶啦。下面問你 ，What does a barcode represent？ 哇，係人都知咩個 barcode 啦，咁就問你 represent 喎。唔該，好難呢條問題極短，但其實答啲咩嘅咧？佢問緊你 What is barcode 係咪啊？最緊要啲個字 represent 咩嚟嘅咧？嗱，中文卷嘅同學好好多。OK， 咁啊有人话 product number， 啊个 identity of 个 product， 啊 information of the product，OK， 咁啊点咧？好好正啦，大家答到。佢唔系问紧 what is barcode， 如果你会答 what is barcode， 你就会话就系咩啊？用个 different pattern of the bars to represent a code，then this one we will say that a barcode。OK， 咩啊？好，咁有人問啦，係咪一定係 number 咧？未必啊，其實可以 support A、B、C、D 嘅。咁所以啦，最好咧係咩咧 ？product ID， OK， 或者 product number， 其實佢一定會放你嘅，都啱嘅。或者 product info， 不過咧小心啲。如果你答 product information 咧，你大得滯，因為 product information 裏邊其實應該包咩噶？包好多嘢噶，咩出產地啊 ，kilocode 啊，其實裏邊個資訊唔夠多嘅。咁我哋啱啱mock咪考過大家嘅個曲咧，可以儲到啲咩資訊嘅？巴曲係最少嘅，咁所以應該係佢個 key， 儲佢個 key 啊，應該嚇。好，繼續，咁啊一分雞啦嚇，到下面啦第二 part， 佢話 after a barcode printed on a toy is scanned， 咁大家係人都知啦，會掃巴曲啦。Essential 點解啊？即係必要，即係 major 啦嚇。最緊要 information retrieved 咧，即係提取。由個系統裏邊可以提取一個咩最重要嘅資訊咧？當你篤住個巴曲，錢係咪啊？即係呢個 unit price 幾多？嗱，其實就考緊你幾樣嘢。篤完個巴曲應該有咩資訊咧？好簡單，就係有人頭先所講啊 ，product information。不過記住。佢係講緊 information， product information 咁多，咁啊梗係揀個最好 represent 到佢嘅嘢啦。大家最終揀咩好啊？transaction time 唔係啊，應該 price 啊，係咪啊？好睇睇啦，就個 toy information， 好勁！哇，頭先咧已經有人做個 example 俾你噶啦，我頭先話俾你聽 information 好咩啊？好大。原來佢篤完呢個巴曲咧，係可以攞到好多資訊。佢冇人話俾你聽 ，A essential data， 佢冇講，佢講緊 information， 亦都冇個 A 啦出嚟嘅。咁所以啦，可以答多個，就係啲渣啦。有人去諗緊啊，答 price 好定答名好定係答咩好咧？其實就 information 包括好多樣嘢。咁當然，如果你剛剛考試答漏幾個會點啊？唔重要嘅，你答到一兩個 ，OK 都 OK 噶嚇。好，繼續到下面第三 part 啊，佢話 which part of the POS stored the essential information a A3？ 真係好 cheap 嘅呢條問題，一行咁即係咩啊？寫一個資訊就夠噶啦，寫咩啊 ？Database 仲有冇其他可能性？他問你以上的 information 應該儲在哪裡，不用想了 database。 嗱，真的可以告訴你，你這樣都不懂答呢，那就真的不要考了，麻煩了。好，繼續第四 part， Mary 呢選了 thermal printer， 嗱，剛才我 skip 了的，因為其實堂上都講了，大家應該平時 7-11 Circle K 都見過的，百佳那些全部 thermal 的。Instead of 用 thermal 不用 dot matrix， 他問你給兩個原因，
咁就係温緊 hardware 嗰課啦。個 dot matrix 衰乜嘢，而個 thermal printer 好乜嘢？噪音嘈啦，哒哒哒，好嘈。thermal 冇聲嘅，最大聲係咩啊？係剪嗰下，嗰陣撕嗰下最大聲嘅。唔撕嗰下咧，基本上就冇乜點聲嘅。仲有冇聲音？仲有冇？時間邊個快啲啊？啊，應該理論上 thermal 啦，係咪？要讀個打啦，仲有冇？時間、聲音，仲有冇？個 course 邊個貴啲啊？邊個貴啲啊 ？Dot matrix 貴啲 ？thermal 嗰張紙特別紙嚟嘅 ，dot matrix 可能係普通紙嚟嘅。啊，得唔得？咩啊？本身部機貴啲。啊，唔係喎，兩隻都係嗰啲出出嘢嘅啫嚇，咁可以話俾你聽 ，dot matrix 仲貴啲嘅，即係如果你話成本嘅話，啊講咗啦，有人講咗啦，聲音有冇？好，咁啊諗唔到啦，諗唔到可能已經諗曬咧，睇啦，第一個嘈，第二個 small in size， 嗱呢個有啲問題㗎，咁啊 dot matrix 一定大嘅咩？咁可能整個細嘅咧，呢個小心啲，呢個咧就應該答到嘅。Shorter pinning time， 因為 dot matrix 一定要點樣拼啊？係逐點逐點打佢出嚟嘅，時間一定耐啲嘅，點點？嗱，可以話俾你聽，呢一條題目呢四 part 都係好簡單，最難係一二個 part。你明唔明咩叫做 information？ 其他呢兩 part 一定識 ，OK？ 好，繼續。嗱，咁啊五分嘅話立咗，好到隔離啦。因為前面就講開一條路 database， 跟住就講 spreadsheet， 咁呢個咧就留翻我哋 spreadsheet 先講啦 ，OK？ 咁呢個 cut 咗佢。